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名人钟表频道。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款是 Panerai 联同 Lula Rosa 帆船腿的联名推出的新款1039。无论是 Panerai 或者是 Lula Rosa， 都与意大利及大海有深厚的联系，亦都因为这些层层连结，促进了 Panerai 成为这支意大利船队的官方赞助品牌。自 Lula Rosa 出赛的选手都佩戴了官方指定的腕表，正因为这样，这款表作出了 Lula Rosa 船队的特色。Panerai 以 Lula Rosa 的全新代表色彩，黑色、白色、以红色鲜明利落的造型为灵感，并采用了轻巧、坚固、抗压、抗腐蚀性的素材融入设计中，打造出风格刚硬迷人的整体效果。Lula Rosa 的腕表防水性能高达300米，配搭了白色红闪点缀的小牛皮，腕表以帆船特制的标刻承载，下面缝上 Panerai 以及 Lula Rosa 船队的标志，用缝制标盒和标面之间的船帆都取自于 Lula Rosa 的船队。多谢大家收看，如果有兴趣请继续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或者可以直接 WhatsApp 给我啦，拜拜。We'll be right back.